磁铁，看见你了。擦个眼，那个家伙修的不舒服一点，然后你继续修，好像效果没达到，我操！应该再往里面一点，卖了，擦这里，调阳师。你进行修啊，进行修，修得动。没得修啊！骗鸟，交不交？去那边擦个眼，然后让他继续修。你看，他这必须拆眼，不拆眼没法修，拆了也没用。Oh.
又是这个支援点，上次去那边抓了一个前锋，拖了我好久时间，这就走不去了。黑妹，抓一下。 血钻，还打着了。下一个是魔术过来救。
在二楼，没有翻墙，加速了。 是嫌命大吗？二挂的、啊，那就满足他呗。 医院这边插个眼。 在窗户那边，开酷毙跑了。
该不该？去。 背锅。
空姐摸了个针，狗屎运，还摸了个娃娃。 干嘛呀？投的太早了，还差，难打喽。 飞装，不亏，不亏，稳赚哎！有人跳下来了，我听见了，附近有人。 在被人摸，好了，应该挂死就了，要么就开酒过来卡血，估计是挂死。 挂得着吗？哦，挂得着，有点远。前锋不好追，最后两个人。
活动速度被降了，谁在吸啊？有人在吸。 老地方，这边插个眼，他就不敢玩这个船了。还有点球。 左边是谁啊？磁铁好像，前锋，在医院。那这边是谁？魔术师，追一会儿吧。 要救！ 这两个人有点意思啊！哇，拼一个，这球玩的！
真实，把那娃娃锤了，谁捡的？ 磁铁，那我拆个眼，把磁铁用了，应该是弹。 马拉松。 亏啊，这一波，这边有人跟他下了个板。 真的亏，这个地方感觉蜘蛛插眼其实不是特别好。 不好用啊，这个玩意儿。
不过节奏没有掉就行了。救不到，救不到！哎呀，我去你！这么舍不得你的猿猴吗？那就没了，五层都没得用。娃娃已经打过了。不想报了，丢了吧，没必要。看眼真好用。接着丢，哎，眼多。
丢给你了。